欢迎收睇 TV Plus。今次会为大家介绍我哋最新嘅产品 Jacker Flap Shooter， 应用喺无反机王 EM 嘅详细操作。Jacker Flap Shooter 系一款全手动镜头，同时佢亦为手动对焦作出咗最佳嘅优化，操作流畅之余，亦都非常容易上手。而且配合 EM 嘅辅助功能，使用时绝对可以媲美自动对焦系统。你只需启动 EM 嘅轻触式局部放大功能，目标位置随即会在弹指间放大，你可以清晰咁睇到对焦点嘅所在之处。在你成功合焦后，只要半按快门按钮，画面即时会返回全景观状态。另外，放大选区会跟随你轻触或者施压的位置移动，无论任何位置都能轻松选取。接下来的就只有全按你的快门作出拍摄。如果你习惯使用机身按钮操作，亦可于 menu 中自定快捷键去執行放大指令。只需连按两下，就可以如常的启动放大功能，简单易用。